是拆房子啊，还是怎么拆房子？是啊，有些像那个大直的，它这么严重，是因为你挖下去，你就想说你切蛋糕啊，切蛋糕，然后你切下去，你要为你旁边的柱子立稳啊，旁边的蛋糕才不会掉下来啊。那好像你很会盖房子一样，会说理论。哇。你不是社会主义的，怎么变成科学家了？这个物理学家。